一开闸咧，哎呀，慢咗咧，就系嗰匹连连冠啊！咁啊，睇翻前边咧，就一对马抢咗出嚟嘅，就包括里面嗰匹幕后英雄啦。喺中间咧，就有星驰一对吓。咁然后咧，外面有白龙驹，后些少就鸿运当头都唔系好后嘅啫，拍住佢有龙之乐。咁最后两三个马位之后咧，就系养猫快乐，跟住就系国金大师，远远包尾咧就出闸慢咗嘅连连冠嚟噶。咁啊，头面话距离都有成10个马位咁滞噶啦。咁啊，前面咧，哇，呢匹咧就系幕后英雄咧，采取放头战略啊，放嚟成4个马位嘅。喺呢个第二位咧就星驰，星驰之后两三个马位之后咧，鸿运当头咧，比想象中前。后面仲有白龙驹，咁跟住咧仲有龙之乐排晒队噶啦。咁后面仲有养猫快乐啊，哇，长蛇阵咁啊。然后尾二呢只国金大师喺尾咧就系出闸慢咗连连冠，都系未改变到位置。入直路弯嘅时候啊，哇，一改以往。跑法呢匹幕后英雄咧，放嚟成8个马位啊！咁啊，守住第二位咧，就系见到星驰啦。咁慢慢上紧嚟，就鸿运当头，鸿运当头之后成5、6个马位之后咧，就白龙驹，白龙驹再受完3、4个马位之后，先咁大师啊，而且三四叠追啦，去到直路头嘅时候啊，幕后英雄咧，放嚟真系半条街啊！咁睇下到唔到啦？后面上紧嚟有星驰啊，同埋嗰啲鸿运当头，后面仲有白龙驹嘅，去到最后嗰大约100米、200米嘅时候咧，幕后英雄咧仍然有3、4个马位优势，追紧上嚟咧就鸿运当头，外面咧仲有国金大师，跟住有白龙驹，去到最后几步嘅时候咧，系呢匹鸿运当头追紧呢一匹幕后英雄，但系幕后英雄到先啦，然后鸿运当头第二、第三咧就系国金大师嘅。翻嚟嗰啲养猫快乐嗰啲都真系啊，冇计啦，输少少级数噶啦。幕后英雄咧就用翻佢今季又系赢到开项啊，即系赢6个马位嗰场个走法，一路放甩咗翻嚟嘅。大家记得佢今季有场1350沙地又系咁噶啦，直情啊放妖战术，哇，使得，尤其喺烂地嗰度啊，哇，佢直情系唔断喎，今场。断，佢今季赢嗰场佢都系咁嘅，就系赢6个马位翻嚟。不过有一样我哋一路都话呢只鸿运当头有乜可能咁冷落？佢唔系一只冇机会嘅马嚟噶嘛。咁啊，而家咧4日会入 Q 啊，咁而家热门又得只4号入咗嚟，算顶翻好多噶啦呢只。咁有2只热门就冇咗，睇下个位置系咪中间落物啦？学阿老平话斋。喂，即系你点计数呢只鸿运当头都唔会，即系冷得过只连连冠咁多噶，系咪先？连连冠都96蚊。哇，其实国金大师都系紧紧攞到个第三嘅啫。佢仲要喺弯嗰度啊，炒3、4碟上。系啊，几狼狈咁样冲上嚟。如果唔系位置都冇埋，你睇佢补翻个位置都算有交代啦。哇，你睇嗱，而家抄到大外档嗰只国金大师嚟嘅。啊，前边狂抢啊，幕后英雄啊，今季。即系第二 win 今季噶啦啊！赢嗰场又系咁嘅，放妖战术抢得晒啊！鸿运当头跟得咁靓，梗系啦，咪抢翻个第二咯。我又谂唔到只星驰就反为冇啊！佢跟住入嚟噶，即系跟住喺第二位噶嘛，星驰。其实佢先过只鸿运当头嘅初头。系啊。谂唔到嗰只冇啊！真6号、8号、4号嗱，可能系1号啦，1同7影相，不过争第4嘅啫。睇上嚟就好似养猫快乐嘅，不过对嗰个派彩又冇影响。幕后英雄。